这什么意思啊？可能，说不定他在小偷一起做梦呢。我捕捉了梦，人类才能追寻他们。还被他给 K 掉了。梦境不只会让花园生长，还被他给 K 掉了。他还没惩到，哇，我这个惩戒手速好快啊，他是想 A 惩是吧，他想 A 惩，但是我刚好这个惩戒在他惩戒完在他惩戒完，哎，子弹还没打到的一瞬间被我惩下来了，道心要破碎了。他有惩，他带了启迪。我知道他有惩的。只有闭上眼睛，才能真正的看见。他启迪惩戒会好的更快的。送死流，盘根错节的念头，朝着无穷的可能蜿蜒前行。刷六吧。现在不能玩送死流了。那时候送死流为什么能玩？因为那时候破剑者这件装备太猛了。兄弟们知道吗，现在破剑后面破剑者不是被砍了吗，前期没用了，这些人还在这里破，还在这偷塔流，玩不了的。他能那时候能低分段能稍微玩一下，不是因为这套路厉害，而是破剑者这件装备他厉害，后面破剑者被砍了，这个套路已经不可能再用了的。这些玩家我只能说，咱妈抖音博主真的害人。之前是因为破剑者厉害，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太猛，然后改了，改到前期加不了什么双抗的。你加不了双抗，这个套路就没任何作用。猜不了的。他现在没法那样子猜他。梦呀，我喜欢和你说话。
自从我就是有这个套路以来，我打牌我没遇到过一个就是能发挥出作用的，基本上全是就是无脑送的，没有一个有作用。搞到现在半个塔皮死了四次，走吧。先刷下去蓝 buff 吧，蓝 buff 得先拿了。有时候走路摇摇摆摆的，还有的时候会把我高高举起，把我变得好像一个泡泡。对，塔皮也没之前值钱了，是的。这个真的已经不可能再去用了的，这个什么送塔流的，不可能的，塔皮变便宜了，破茧者被砍了，尸体也被砍了。又来了吗？换线了。这还有助攻啊。对不起，蓝 buff 还在的好像。南湘这波会过来吗？按错了，我以为是眼，我想放个眼的。这把队友优势都太大了，就全线都是优势，这都不用我，都不用我出手的这一把，这队友全是优势。要是这三路队友去对面。这把应该会挺有意思的，三路优势都在我们这边。
难办呢。梦雅，你和我在一起很安全的。这逼广告怎么关不了？什么广告关不了？你们看直播有什么广告关不了的？ 虎牙自带的，那没办法，兄弟们，那每个直播间都有啊，虎牙自带的广告，每个直播间都有。谢谢胭脂兔开通的剑士，谢谢胭脂兔开通的剑士。 这小法。 小法师谁都要骂两句，这人。 谁都要被他骂两句，我他妈服了！你要越这么说，我就越来劲啊！那说明我每次我杀他，他越难受，我就要让他难受。我只杀他一次，这是马上第二次。 兄弟们，我做的对不对？我靠，这么高伤害吗？
先回点血，不然小瓦斯一个大招我们就没了。他大招斩杀性很高的。 小法有伤害的，有伤害，兄弟们，这英雄他的大招是变强，有这种 100% 斩杀的，你不需要看装备，他的基础数值摆在那，你血量低于那个百分比，他那个大招甩上来就是伤害很高的。 怎么有一个人头没了呀？被队友杀了一个，这边挺能坚持的呀。 出来吧，700多移速，队友，我操，都堵着别人干啥？对面这把估计是吵架了，都不肯点。 在泉水里，哎呦，队友这波不该死啊！哎呦，忘了我有一次不死，哇！哇，我在干嘛？我操，我在干嘛啊？这一波，这不纯浪吗？我一次不死搞没了干啥？25个没了。 我操！傻逼了！哇，傻逼了！傻逼了！